PET 塑料卷材是通过真空吸塑成型工艺加工 PET 片材的塑料制品。PET 强度高，透明度高，可回收，易燃且燃烧时不产生有害气体，它是一种环保材料。适用于高端包装产品，欧美泡可普遍需要 PET 材质，但其高热熔点给高频包装带来很大难度。